外地人眼里的江苏人。你是江苏人啊？不是，我是南京人。南京不就江苏的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江苏人。你们南京是不是也是安徽的省会啊？都叫你们徽京。我们南京是江苏省会。那安徽的滁州、芜湖、宣城、马鞍山怎么属于南京都市圈啊？都邻里邻居的住着，是吧？你帮一把你很正常。你们南京到底属不属于苏南啊？肯定是苏南啊。可我有个苏州的朋友说你们南京不属于苏南。我们横跨长江，也在长江南边，我们肯定是苏南啊。你那个苏州朋友还说啥？他还说镇江也不属于苏南，苏南只有苏锡常。胡说，我们南京才是江苏老大，我们说了算。你们江苏老大不是苏州吗？苏州才是你们江苏最发达的城市啊。他那不多亏了人家上海吗？人呐、得多自力更生。你去过我们南京吗？去过你们夫子庙。其他地方你没去过吗？你们南京不就有个夫子庙吗？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吗？太不了解我们南京了。对我们南京印象怎么样啊？感觉你们南京人啊，说话嗓门特别大，说话还老是带脏字儿。口头禅那只是表达情绪的语气助词，它这真不是骂人。还有你们南京的小吃是真不错呀。是吧？好吃吧？你都吃啥了？淮南牛肉汤、臭鳜鱼、安庆馄饨、毛豆腐。不对呀，这都是安徽美食啊。你们南京是不是就是安徽省会？哎呀，解释不清了，给你解释不清了。